我们可以看到星星。哇，好香啊，好香！好香呀，好香！这两天害怕你们肉吃的太多了，我们吃点这个清淡的。太上心了，咱们坐这里哈，来碗我给他狂乐四种吧。你都坐下了吧，往锅里下吧。给我们拿一个方便，我来了，说说。 给矿山洗一个紫色的好吗？可以，谢谢锁锁。我把这个肉给你们那边擦掉。哦，好香啊！像这屁屁肠。啥？像这屁屁肠？脆皮肠是吧？脆皮肠。那叫脆皮肠，不叫屁屁肠。 这个是我们那个卡瓦斯，喝饮料谁喝啊？我要喝，我想喝饮料。小朋友喝这碳酸的，小朋友喝不了，太凉了。大人的饮料不许喝，喝了要长胡子。你想长胡子，来吧，喝。不想喝。好了。哪只说？那我们喝啥？有茶呢，有茶呢，我给你倒茶。 谢谢马洋叔叔。不客气，喝点这个茶，矿泉水来。饮料还有吗？那边是没丸子，都有。都有丸子啊！马洋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坐嘛。你们都是客人，客人来了要吃好喝好。好，好嘞，马洋叔叔。每个桌有一个那个新疆那个特色的炒米粉啊，你们尝一下。嗯，嚼脆嚼脆脆。 有点过瘾，好吃。那个馕可以掰成小块下到这个火锅里、辣锅里，很好吃。我尝一下，我没试过嘞。那个馕好了，馕好了。要不要呢？要。哦，就这个馕好好吃。 我想做贵州的了，那个辣椒把你吓瓜。哇，这个火锅底料也绝！一起吃，好吃吗，妹妹？好吃。马洋，我弄的这个原汤，我觉得太好吃了。原汤是吧？对呀。嗯。还好吃。 小宝加油，快吃！你吃点小宝，你先发起。啊？你发起？发起有什么？你发起。啊？好吗？你是什么？你发起。啊？你发起。你是怎么让我？ 逃跑！不想吃，我们不要参与。吃，我们不要参与。吃，不要吃，要吃，不想吃，唱。想唱什么？ 我现在都能听懂他说的了。啊，爸爸，今天开心了吧？开心呀！开心了，就是杰哥。我的玩具掉呀！我说什么玩具掉？小鸡掉呀！可以，宝玉十级了你。各位草原儿女们，我替大家一标，你们坐，你们坐，我就站着说一下啊。感谢大家来新疆来我家做客，明天我们去我一个好朋友家，哇，他们游牧民族，他们的夏牧场，他们已经搬到草原上去了。然后让你们感受一下牧民的一天，好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马洋，好，干杯啊！
拔牙威武哦。威武叫什么？威武就是很厉害。大狮子好威武啊！啊，威武！啊，宝宝好搞笑。明天有没有骑马？明天当然有骑马。那我能不能再上一次课呀？必须可以啊！明天珊珊好好挑战一下哈，挑战挑战，明天必须让他跑起来，加油！明天，来感谢马阳，还有军演，我们最贤惠的媳妇儿，马阳叔叔这么好，欢迎大家来新疆哦，来这儿做客，来我家做客，欢迎来做客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干杯！谢谢谢谢，我们也很开心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合，早生二胎。是个女儿，像女儿一样可爱的，好吧？这样可以，跟女儿一样那种可以。万一生个女儿，变成跟我一样每天骑马套马怎么办呢？哇，很帅哎！把羊直接让摔倒了，也帅啊！马背上就是那个赵敏公主，不就是吗？你们想可不可以啊？马料还调皮那种。哎，太开心了！再干杯！干杯！好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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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！开心！吃好了！吃好了！走吧，了我们。走走走走走走！走吧走吧，休息休息休息。我没走。我睡哪个床？小床，吊床。你这睡得可好了，吊床。早点休息，保持体力，明天会特别开心。起来嘛，聊快。他不听话，我揍他。你揍！好，揍！你揍！你揍他！你揍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哼！妹妹，好点了。好点吗？好了没有？好点了。我真的好点了。爸爸，我好点了。我知道，我一直在摸着你，看什么晚上。喝水，快点，喝水。可可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你怎么了？我晚上一直不舒服。已经好了，可可。我喝了很多水。嗯。哇。你晚上睡觉吗？我晚上睡觉，妈妈喊我。你穿的是什么呀？新疆睡衣吗？你想抢？我不抢，好吵。这是我火粉。我发给你跳舞好不好？
我怎么做事情？哎，我怎么回事？我说了不跳，怎么怎么又跳了？不要跳了，不要跳了！哎呀，快点，我控制不了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停止！停止，停止！来装饰一下，哇，掉下来了，走了，上车了，先走吧，上车喽，坐坐坐，我要干嘛？你二组，我先进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俩谁要坐里面？先说清楚啊！我要坐里面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我赢了，我坐。可以吗？你回来的时候坐里面好不好，玛丽亚？不好。不行，他还不老实。三喜上，玛丽奥可以在我旁边啊。我要揍他呢。走吧，走吧。走。白白的疯狂，别让他受伤。大侠，你干嘛的呢？不要跟我说话，我要安安静静看外面风景。哦，那人家看风景呢，学一下他。看哪边风景？那边，三喜在那边呢。妈咪啊，你看。哇，哎，我好喜欢这种盘山公路。哇，好漂亮。哇，你看那边草坪，你看那边草坪多漂亮。哦，我看到马了，我看到马了。哇，老鹰。哇，都是老鹰。哇，老鹰，老鹰，给老鹰打招呼。你好，我们是草原上的雄鹰，雄鹰一样的男人，雄鹰一样的男人，真的太美了。